牛俊已死，现在我宣布乔震天获胜。等一等，你们为什么要用炸弹？他犯规不能算他赢。嘿，你哪头的？乔振坤，你有规定不可以使用暗器。乔震天没有使用暗器，他是明着拿出来的。对，愿赌就要服输。无耻！既然你们不择手段，那我也不顾规矩了。郑坤，你不想你儿子死掉，就立刻带你的人回退。树患有沉疴宿疾，圣果大多腐烂消失，只剩下一枚圣果，拿来给我，给我三天时间，三天以后我把圣果送到你手里。行，只要你做到，我立刻退兵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定将你们神木族夷为平地。哼，骨折，轻微的骨裂，多休息休息就行了，不是什么大事儿。疼。疼？你还好意思说疼啊？自己逞强，疼死你，活该。不都这样了，还说我？说这我就来气。你明明说好点到为止的，为什么要杀人呢？啊？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死在你们手里。新乞丐，别！震天，你怎么来了？给您上药了。啊，谢谢。说过，你要找一个爱你的人，而不是你爱的人。震天，你为什么不珍惜我呢？星辰，月影怎么样了？
星辰，我是不是死了？别瞎说，你活得好好的。月影，有星辰在，你不会有事的啊。是我。月影。是我。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一定要帮我照顾我父亲。不要这样说，月言，有星辰在，你不会有事的啊！你好好休息。不，你答应我。别急，就算我用青囊术给他输入真气，月影也活不过今晚了。难道我们就这么看着月影死吗？只有圣火才能救他。星辰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走吧。星辰。这个样子，他们应该认不出我来了吧？小心点。哎，哎，啊，什么人？住嘴！快走！站住！阿火，哎，星辰，圣火拿到了吗？啊，圣火拿到了，赶紧去救月影吧，自己小心啊。没有救了，醒了。族长，不好了，最后一枚圣果被盗了。什么？
组长，不是，会不会是那些外族人和乔振坤，因为只有一枚圣果，怕分赃不均，才先下手为强？不是说3日之内给他们圣果吗？他们怎么还来抢？组长，我得到消息，石虎要去偷圣果，为了救月影。什么？他胆子也太大了！来人，给我去捉拿石虎。是。 月魂，如果这件事情属实，你也难逃包庇的嫌疑。对。跟我们走，走。月阳，你们来干什么？你们为什么要抓他？放开他！石虎偷圣果，罪不可恕。这个果核就是证据，带走。 身为守卫长，为了一个女人，竟敢置全族上下安危于不顾，来人，给我推出去，斩了！慢着，父亲，圣果是我偷的，跟师傅无关，要斩杀我吗？他为什么要偷圣果？族长，这件事跟少主无关，是我一个人干的，我假扮外来人，我盗取了圣果，跟少主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请族长明鉴。 父亲，我们偷圣果也是为了救月影，望您能开恩。再说此事若是斩了石虎，我们又要失去一员猛将。族长，少主说的对，不如让石虎戴罪立功，等此事一过，您再另行发落。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给我押下去，大刑伺候。是。 圣果没了，我们该如何是好？父亲，乔振坤和汉斯都没有见过真的圣果，我们可以做一枚假的给他们，这样我们能有喘息的机会。星辰啊，这么做会不会太冒险了？虽然是招险棋，但也只能如此了。族长，那你看派谁去送假圣果呢？让石虎去吧，可以戴罪立功。 汉斯，你看，这都是我们最新的武器。嗯，不用担心。既然汉斯教授都答应了要帮你们治病，为什么还要这样？别人的性命就不是性命吗？那个圣果是自然中生长出来的，凭什么他们神木族的人就独占独有？说的对。 神树也不应该属于他们，应该属于全世界。我劝你们，见好就收，不要白白枉送了自己的性命。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，我不会让更多的人白白送命。我这只是战略上的震慑，现在已经成功了一半。如果拿到圣果，自然会收兵回去。好。 叔叔，希望您说到做到。爹，这个女人厉害啊！云超。 真天。
有件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开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。我不想耽误你，所以我必须得说。我，你知道。我不想听。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会继续对你好的。你娘因为救我爹而死，我不能让你重蹈覆辙。放心吧，必要的时候，我会要我爹收手。站住！没出息的东西，为了一个女人连命都不顾。爹，您不用费尽心思救我，即使找到圣国，我也不可能是。今天，汉斯教授研究圣国以后，如果有新的发现，肯定能救更多的人。爹，可是……可是什么？我又没有对他们怎么样。等汉斯研究完圣果之后，你真的会收兵吗？我说到做到。我真心的希望接下来我们能一切顺利。放心吧，教授，一定会的。汉斯教授。哦。我曾经吃过圣果，而且我有圣果的果核。哦。你真的吃过圣果吗？这就是果核。得来寸步非功夫，让我看看。如果你真的可以培育出神树，乔厅长就答应再也不攻打神木族。我可以把果核给你研究，但你得答应我，不要再滥杀无辜了。严院长，我是你的导师，你应该相信我，而且还是你邀请我来云海市的。我是来搞研究的，没想打仗，都是乔振坤骗了我们。你放心吧，我们绝对不会做乔振坤的傀儡。给我吧，云长。雷亚，你赶紧回帐篷给我准备仪器，我要好好研究一下。好。师傅，师傅，星辰，师傅让我把这个圣果交给你。师傅可真厉害，做得一模一样。师傅让我告诉你，这个圣果需要不断的输入灵力才能维持现状，一旦超过六个时辰就会恢复原形。六个时辰足够了，我先走了。星辰，咱俩好不容易见一面，你没有话要对我说吗？时间紧迫，阿虎还等着我呢，走了。星辰，星辰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星辰，星辰，一定要让石虎去送。
阿火，我从外界带来一点东西，你应该会派上用场。星辰，星辰，这个味道。星辰，星辰，星辰，你们在这好好待着，等我回来，别让人发现了。星辰，星辰，星辰，星辰。送圣果，圣果，哎，别开枪！石虎，你怎么来了？云长，你还好吗？嗯。什么人？哦，这是石虎，神木族的。东西拿来了吗？乔振坤，咱可是说好的，我把圣果给你，你们立马走人。我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真是假，有没有毒啊？给教授看看吧。我知道有一个方法可以验证。哎，糟了，这么快就被发现了。我这里有个真正的圣果果核，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。石虎，石虎，石虎，把他抓起来。是。石虎，孩子，进去。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星辰怎么还没回来？我们要过多久才能动啊？中了迷津花的毒，需要两个时辰才能恢复。星辰，用幻影石变成我的样子，迟早会被发现的。能让他再变一次不就完了？幻影石一天只能用一次。来。
我们囚犯不见了！嗨，怎么了？这不，星辰，嗨，齐飞，星辰，怎么回事？穆星辰，刚才的石虎怎么变成你了？拉水。 我吃了，那我今天就把圣果从这个狗肚子里拿出来。 听我一句劝吧，这时辰已经到了，星辰怎么还没回来？坏了，有出事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等等我。再打会出人命的。 交给我。阿虎跟上。石虎，石虎，阿虎，石虎，你没事吧？石虎，你怎么了？石虎，星辰，星辰，星辰，这个子弹跟我上次中的是一样的，有剧毒。 怎么办啊，星辰？我们怎么办？石虎，只有圣果才能救他，可我们没有了。回头，肯定有办法的，肯定有办法。石虎，石虎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要死啊！不要扔下我一个人，石虎。月月。 死在你的怀里，我知足了。如果不要说这种话，如果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永远不分开，永远在一起的。